绝对疯了，国内一辈子看不到的大场面开始了，数万只雪雁在空中盘旋，随着嘣嘣嘣声响，开始下起了雪雁雨。只有在电影里才出现的场景竟然是真的，猎人们不分昼夜的在放着鞭炮，这场雪雁狂欢让您的肾上腺素飙升，跟着镜头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朋友一起了解国外的奇妙世界吧。此处位于北美洲，数万只雪雁泛滥成灾，一年中最艰难的水禽季节开始了，这要求猎人们不眠不休地追逐雪雁。如果你家上空突然盘旋万只鸟类尖叫，你会害怕吗？数十个猎人穿着白色大衣，戴着白色帽子，躺在地上等待雪雁飞来，旁边摆着许多雪雁模型，也有一些转动的雪雁，造成雪雁栖息的假象。真正的雪雁在上空不断盘旋着，随着枪响，雪雁纷纷落下，猎人们和猎狗们时不时会整理雪雁。尽管已经打掉了很多雪雁，但是仍然有数不清的雪雁蜂拥而至，恍如世界末日。就这样，猎人们一边打猎雪雁，一边欣赏天空的晚霞。对于这样不分昼夜的工作，你们觉得这份工作怎么样？如果是你，你能干多久？接下来欣赏猎人丝滑操作吧，点赞转发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